哎，你们这是谁做主啊？谁叫的外卖？我不是来送外卖的，我是来报名入队的。我叫冷子峰，我要报名参加镇与学院的击剑队。我很强大，拳王猛虎都不是我对手。喂，这里是击剑馆，不是拳击馆。英雄不问出处，大侠不看岁数。昨日我是一个超级拳王。 明日的我就是一个击剑天才，我看你是傲盛学院派来捣乱的吧？不是，相信我，我就是你们一直找的击剑天才。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这小子还这样吹啊！哎，我是认真的。哎，你放下，放下！哎，放下！哎，等等，等等，我真不是夸我自己，我还真有天赋啊！我上次打败那个什么？ 情深深雨蒙蒙，这名字我忘了，就是身上有欧元的奖。什么欧元美元？我说你小子脸皮还挺厚啊，你怎么不去研究防弹衣呀？我孟天寒告诉你，想进镇宇学院，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参加考试。小心点儿，下次再闹，把你扔出来。你就让我见见校长吧。我，哎，你再敢跟过来，我们可就报警了。听见了吧？听见了。走吧。 小心点儿！冷子峰，冷子峰，究竟在哪儿啊？校长。哦，这是二军的测试。 冷子峰，这不是刚刚在击剑馆的人吗？他刚刚在击剑馆。对啊。我得去找他。哎，不是校长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。你把他赶走干嘛呢？去把他找回来啊。啊，去呀！哦哦哦。那，你看看，30万，包含下半年的租金，还有俱乐部所有的东西。 细节的问题等签约的时候再跟他确认。我啊，就是找你来做个见证人，以后小峰啊还能继续打拳。兄弟，我这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这是我，谢谢啊，我记在这儿了。哎呦，谢啥呀？自家兄弟，这是鱼帮水，水帮鱼的事儿。小峰那可是拳台上会走的金字招牌，他的比赛场场爆满。 你放心，以后我肯定酌情安排他的比赛日程，绝不让他超负荷。顺便啊，让他有时间能思考一下以后的出路。请问有人吗？哎，好像中介来了啊！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帮我抛个啥啊？ 啊，好好。哎，您是？你好，我是傲盛学校的校长冉少强。少强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啊？啊，好不容易有人跟我提供了线索，说冷子峰同学是你们拳馆的人，请问你有他的联络方式吗？ 是这样的，我们傲盛学院诚心的想邀请冷子峰同学加入我们学校的击剑队。我们愿意提供全额的奖学金给冷子峰，我们进去详谈吧。不行，我跟你说啊，子峰不可能进傲盛学院，啊，你回去吧。哎，是因为镇与学院的关系吗？我们傲盛学院的实力绝对超过镇与学院，如果冷子峰同学选择就读我们学校，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栽培的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子峰不可能学击剑的，啊，你回去吧，回去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吧走吧，你再仔细考虑一下，我们再详谈一下嘛。走吧，没什么好谈的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快走吧。
我怎么那么笨呢？怎么就没想到子枫去参加比赛会碰到赵振宇跟冉少强呢？没事吧？中介呢？走了。啊？哦，推销的。推销的？啊，那个天奇，我提醒你啊，以后碰到陌生的电话，还有突然上门的门铃，你千万别理他们，不是诈骗的，就是推销的，这帮人特别烦。哼，你放心吧，这种人不找我，人家知道我没钱。喝茶吧。啊，喝。找到没？没有，没找到，没找到，没有。你们呢？没找到。哎，真是，这活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教练，这冷子枫他到底是谁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我也想知道他是谁呢。哎，算算算，快去找。好，咱俩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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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